见过长腿，你见过这么长的腿吗？10月6号深夜，杨紫晒出一张超长的大长腿照。只见照片中，杨紫为了凸显自己的修长大腿，不仅把腿用软件拉得长长，更是连地板都被 P 得变了形，而她的隔空喊话也让无数网友笑喷了。杨紫随着长腿照还搞笑留言，她说道：好啦，非让我露腿，我说不露，非要让露，是让腿短的人如何是好？好吧好吧，最后一次了啊。网友们也纷纷笑着留言：紫儿啦，腿太长了，你看看地板都压趴了，毫无 PS 的痕迹啊。这还有网友调侃的说：世界第一长非你莫属，地板都被你吓着了。等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，一起等到花开之后。见过长腿，你见过这么长的腿吗？10月6号深夜，杨紫晒出一张超长的大长腿照。只见照片中，杨紫为了凸显自己的修长大腿，不仅把腿用软件拉得长长，更是连地板都被 P 得变了形，而她的隔空喊话也让无数网友笑喷了。杨紫随着长腿照还搞笑留言，她说道：好啦，非让我露腿，我说不露，非要让露，是让腿短的人如何是好？好吧好吧，最后一次了啊。网友们也纷纷笑着留言：紫儿啦，腿太长了，你看看地板都压趴了，毫无 PS 的痕迹啊。这还有网友调侃的说：世界第一长非你莫属，地板都被你吓着了。等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，一起等到花开之后。